家嚟到 Toys TV 玩具堂深水评测嘅节目啦。今日咧，我系 Brian Low 又同大家介绍一啲一比六嘅二战产品，就系 DRD 最近重新出嘅德军二战伞兵 Smiling 斯梅林啊。咁呢个人物咧，其实咧据闻系模拟一个真人嘅德国嘅一个重量级拳手。喺二战期间咧，佢亦都系曾经担任过德军嘅伞兵王。呢位拳手其實都幾傳奇嘅，佢係被列為世界100大拳手第55位嘅，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定嘅份量嘅。咁我哋不妨咧睇睇個頭雕，咁各位師兄們咧自己都可以上網抄抄相關資料，對一對似唔似翻當年佢大概30几40岁嘅年紀嘅斯梅林啦。獨立咁睇翻個頭雕，一管 DID 嘅質素咧，典型二戰時代嘅乾淨利落嘅德國男子嘅髮型啦，同埋歐陸嘅。咁我睇睇而家我自己最關注嘅一個散件咧，就係呢個1:6嘅 M38 呢個防毒面罩。通常咧，二戰時代嘅德軍面罩咧都係得個大字，即係戴在身，好少係用到啊。所以嘅真面目咧，其實都唔係純粹見到，但係咧係好多朋友嘅喜愛。嗱，連埋個報件袋咧，絕對係我哋呢個散兵其中一個亮點裝備啊！除咗個 gas mask 之外咧，我哋仲睇到全套其他嘅配件嘅，先有一個布做嘅德軍傘兵嘅 helmet cover 啦，有空軍個 field cap 啦，亦都有兩隻手啦，當然唔少得嘅就有布嘅 gas mask pouch 啦，兩個藍色嘅 MP38 magazine pouch， 麵包袋、水壺、手槍同埋皮做嘅手槍袋喎，頸巾啦、槍啦，傘兵望遠鏡啦、MP38 啦、哨子啦。仲有 stick grenade， 仲有一扎嘅徽章同勳章嘅嘢，真係足曬料啊！當然咧，呢一個產品咧，做一個好特別嘅配件，就係而家影緊呢一個嘅 J52 嘅機艙門口啊，就係啲傘兵咧喺個跳傘時候嘅一個艙門，亦都係好多經典嘅照片裏邊咧有影到嘅一個時刻。嗱，至於後面嘅料咧，我唔同大家講賣個關子，不妨買過去睇睇。因為第一批嘅產品其實據聞已經賣曬，而家咧就做緊第二批嚇，咁啊冇嘅師兄快啲去訂啦。咁呢個咁嘅艙門咧，我覺得非常之聰明，因為其實絕對唔會影響呢個本身嘅產品嘅包裝，你同一般嘅 DID 產品一樣咁大啫。咁我哋只係需要通過好簡單嘅好似摺紙嘅過程咧，就可以將個機艙門咧重新展現翻出嚟。但是料咧，你真的自己去體驗下係咩料啦，影出嚟咧，你係睇唔到係咩料嚟嘅喎。總之佢就慳咗成本、慳地方，唔會令只產品貴咗好多。呢個咧，真係要讚一讚咧 DID 佢哋嘅心思。好，輪到另外一個好多玩家都好喜歡嘅德軍傘兵頭盔啦。睇翻個形態同外形咧，我自己就 OK 滿意嘅，係咪100分？未係，但係都接近80几分㗎啦。咁另外睇翻嗰個 R21 嗰個傘咧。冇睇少呢個傘袋啊，其實咧係可以肩嘅，可以跳到傘嘅。如果留意翻官網，佢哋有條片咧，就係用呢個傘咧，就係打開，就將個兵咧就好似跳降傘咁跳落嚟。當然啦，你未必會試，因為可能會跌爛只 figure 噶嘛，成千幾蚊。咁但係咧，係 working 嘅，即係同佢現第一代個係一樣，可以接埋打開，真係跳到傘。咁啊，當然你夠膽其實試下，我覺得 OK 嘅嚇。不過當然跌唔跌爛呢個鬼下自理啦。睇翻個傘啦，其實就同真嗰個咧，我覺得就已經做得非常之足。咁當然啦，我冇攞個真嘅圖片嚟喺度對過，但係咧佢哋考證咧不嬲都非常之好嘅。即係 DID 咧前身咧，其實就係幫以前我哋一間好大公司威龍去做代工，後來佢哋自己就有自己嘅品牌。好啦，睇到啦，另外就有傘兵嘅手套嘅手啦，另外就嗰對亮嗰亮點就係嗰對傘兵嘅 boot 啊。如無意外咧，對 boot 都應該係用真皮做嘅。咁大家咧真係不妨買一個嚟睇睇。如果中意以前嘅朋友咧，這個咧我絕對唔可以錯過。冇錯，這個產品初出嗰陣咧，其實咧係冇想象中咁好嘅。但係多出之後咧，大家又發覺好正，於是後追翻，所以咧就好快賣曬，要做第二批。嗱，而家好勉強咧影到出嚟咧，就係小弟唔係好靚嘅辦公室啊。咁但係見到咧，因為個傘實在太大，我哋要咁樣張開佢先睇到成個傘嗰個真實度咧，同埋可用度嘅。當然我哋冇試過將佢掉落街，咁但係你睇到吊起都幾型仔喎。嗱，呢個 pose 咧就係模擬佢落地之後咧，
拖住嗰個降落傘咧，準備將佢剪咗或者收埋咧，進行行動嘅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傘兵咧係咧早期型嘅 Jump Smog 嘅配備啦。咁所以咧佢哋未有 Splinter Smog 嘅迷彩，但係咧呢一個 Final Product 我睇翻咧，其實除咗佢復刻翻當時佢呢啲 Jump Smog。啊，護膝啊，各種裝備咧，其實真係非常型仔嘅。如果相比翻佢第一代出嘅傘兵啦，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又再真係翻咗幾次盤，即係無論係外形啦、質量啦、配件啦、美觀度啦、比例咧，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啊。咁啊，加上咧擺啲 pose 真係擺得幾型仔嘅。嗱，呢一個德軍傘兵部隊咧，俾盟軍譽為綠色魔鬼。其實喺戰爭早期嘅戰績咧，其實都好彪炳，亦都參與好多激烈嘅戰爭嘅。所以咧，玩二戰中意玩德軍人多，玩德軍人又更加中意玩德軍傘兵係冇錯嘅。佢哋喺克里特島、荷蘭、比利時甚至波蘭戰士裏邊咧，都立下好多戰功，亦都有好大嘅傷亡。但係咧，基本上佢哋由一批精英所組成嘅。所以呢個人物咧，斯梅林咧係絕對係呢個傘兵部隊嘅表表姐。嗱，戰士由於希特拉忽略咗德軍嘅傘兵嘅重要性咧，所以到戰爭後期咧，德軍嘅傘兵好多時都用作係輔助部隊，好少成為個主力嘅編隊。當然啦，攻擊英國嘅戰略咧，亦都部署失敗，所以傘兵唔能夠一顯身手啊！嚇，咁所以其實咧，能夠代表德軍傘兵呢一套制服咧，呢套 smock 咧，反而係仲係夠代表性嘅。當然啦，我都期待 Splinter Smog 拎住支 FG42 或者支 MG34 嗰種形態咧，我都好想見到嘅。但係一見到呢一個咁滿意啦，我都好開心。咁希望將來咧 DID 都唔會令大家失望，出到第二、第三款嘅傘兵，我都會收埋嘅。好，唔阻大家欣賞啲靚 pose， 拜拜。單止唔記得同大家講，提提大家記住 subscribe 翻我哋 Toys TV 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我哋 Toys TV 同埋我 Brian Low 嘅 Facebook 喎，你哋嘅支持好緊要㗎，係真係唔阻大家啦，拜拜。